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天乐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徐永刚。我叫杨海健。我们在武汉说了12年的相声。这个中国文化呀，那真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对，真的。现在只要能传承下来的经典，背后都有深刻的意思。您说说。是吧？比如说，四大名著《西游记》啊，读过吗？看过呀。真看过啊？看过。那你说说《西游记》讲的是什么？《西游记》讲的不就是三个徒弟保着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的故事啊？完了，完了！你这最多看的是动画片儿。哎，动画片像话吗？这么一部经典，一句话就总结了，不就这意思吗？那不是，我告诉你，我个人认为《西游记》这部书，它是人生修炼的经典。还人生修炼的经典，我不是危言耸听，我可以把我读这部书的体会跟在座的朋友们交流一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西游记》里头有个最常见、最厉害的兵器是什么？知道吗？好像应该是那金箍棒。对，金箍棒，大伙儿同意吗？同意。那我问一下朋友们，在场的有知道的吗？这金箍棒有多重？哪位朋友知道？你知道吗？这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啊？这朋友们是给我留面子啊。那我就说了，这金箍棒在不同版本的《西游记》里头有两个答案。现在这个答案，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13500斤。早年间还有一个答案，如意金箍棒36000斤。这俩答案什么意思？知道吗？您给说说。我还真研究了啊。先说说13500怎么来的。读过《黄帝内经》的朋友都知道，《黄帝内经》里明确说，人昼夜生息13500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大概24小时呼吸13500次。它为什么可多可少呢？您仔细想一下，您看您的心跳你控制不了，你血压你控制不了，血糖你控制不了，只有呼吸可以控制。可以让它多一点少一点。那为什么叫金箍棒知道吗？这又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肺在五行里属金，它又可多可少，所以它叫如意金箍棒。真有研究。这是一个。还有这36000斤，朋友们知道怎么来的吗？这又是什么呢？咱仔细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的100年是多少天？掐头去尾36000天，金箍棒可长可短，我们每个人的36000天是不是也是可长可短？吓人吧？啊，这金箍棒谁管呢？孙悟空。孙悟空是什么呀？猴。古时有个成语叫心猿，其实吴承恩明确告诉我们，孙悟空就是心。在哪儿告诉他知道吗？在哪儿啊？悟空在哪儿修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对吧？灵台方寸，我们心乱了是不是讲方寸乱了？斜月三星就更好解释了，一弯斜月三颗星星就是个心字儿。这是古人告诉我们，你要想生活得好，你就要心空。你要想自己36000天足，你就要悟空，是吧？那孙悟空是猴。古时候成语就是心猿，说的就是孙悟空。哦，就这个。孙悟空还有个本事，108000里的筋斗云，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也就是人一念。您看我们坐这正聊相声呢，您坐那一走神儿，能想到南极去。这筋斗有108000里吧？取经路18000里，悟空一个筋斗云也是18000里，干嘛用这一个数啊？这背后有寓意。这有什么寓意？取经之前三藏一翻僧，悟空一石猴，取经之后都成了佛了。这是古人告诉我们，从俗到仙，从善到恶，就是一念之间，对吧？孙悟空还有72变，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平均心跳，每分钟72下，跳一下一个心思，跳一下个主意，还真是，是吧？你看，关于孙悟空就有这么多的寓意。
那心要悟空才能生活得好。嗯，光悟空不行啊，我们要生活好，你要干活挣钱呢。对呀，你要想比别人过得好，你就得有养活自己的本事。嗯，你要学这个本事，你就要克服很多习惯，对吧？我跟师傅学艺呢，谁喊我玩去我都不去，是吧？所以要学看家立业的本事得八戒，所以猪八戒叫猪悟能。哎，五行当中说了，肺属金，心属什么呀？属火。肾呢属水，水火调和人才舒服。什么调和水火最好啊？中土调和最好。什么土最干净？沙土最干净，沙悟净。哎，您听沙僧在这师徒四人当中怎么都合适，听那词儿就知道，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师父二师兄说的对，师父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对，他怎么都合适，都合适。看光这四个就中土运化、中土调和匹配的多好，真是背后就有这么多学问。嗯，还是简单打妖精吗？这真不简单。看明白这个，再看看八十一难是什么。啊，我还真研究了，列位，这八十一难就是我们人性里的八十一个弱点，也就是我们人爱犯的八十一个毛病。你性格当中有这弱点，跟它对应就有一难，知道吗？这八十一难是八十一个弱点。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三藏接了封条救出悟空，嗯，很心疼啊。哎呀，徒儿，五行山压了你500年呢。猴子很乐观，师父这算什么呀？很多人一套房就压了一辈子，是吧？哎，他很乐观。对，师徒俩一路西行，第一站来到一个庙里寄宿。大伙儿记得这庙里有个老和尚，有个爱好，什么爱好啊？收藏袈裟。对，悟空一看，你这算什么呀？我师父手里有一个观音姐姐给的，那是真的。这方丈说你拿出来，三藏不让拿，悟空拿出来看看，非得拿出来看看。结果方丈捧着袈裟就哭了，自己收藏了一辈子袈裟，全是白马城买的，就这一个在人手里头还是真的。好，求这师徒俩能不能搁到我这儿守一宿，嗯，是吧？搁那儿吧。结果半夜方丈捧着袈裟掉眼泪，手下人出主意，咱多留他们点几天啊，留他们还得带走啊。手下人就出坏主意了，咱把他烧死，是吧？哎，这袈裟不就是你的吗？这方丈就默许了。结果这个禅房布上柴火，这要行凶，是吧？心灵蹦出去一看，这要有事儿，请了个避火罩把这难避过去，再找袈裟没了，庙也杀他烧塌了，是吧？方丈也砸死了。对，哎，最后又防土地神说附近有个黑熊洞，把黑熊怪引出来一顿打，又打不过，又请观音帮忙，折腾一溜够，闹这么一难。您说这一难是我们人性格里什么弱点造成的？大伙儿想想啊，贪呢。对，从方丈那个角度上，贪心把自心害了。孙悟空什么毛病？显摆，露富。哎，你不显摆，你说你能有这一难吗？所以这八十一难真的研究好了，每个人对照他改正自己的弱点，是不是大家都成佛了？同意我的说法吗？是吧？哎，慢慢修炼去。推荐给你一难，好好研究，你绝对是真佛。哪一难呢？蜘蛛洞。哎，蜘蛛洞。好，谢谢大家。
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今天呀，你了，这是做嘛的呀？怎么上来这么一位呀？做嘛的呀？看着我，我们这个是相声。哦，听过啊，说相声的。说书的老先生，说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呀，水浒聊斋，济公传呀，说书的。您别评书啊，评书我可爱听啊。卖喷壶的你啊啊！我们这是相声。什么相声？哦，知道了，知道了。吹笙的呀，吹个宋公亮呀，喜羊羊呀，猫和老鼠啊。猫和老鼠干嘛呀？啊，你别吹了，那个是乐器，我们不会啊。我们这是相声。哈是的啊，相声吗？相声，相声，相声，相声。我今儿非给他教会了，那今天非得学会了，一字一字来啊，来吧。像像像，笑笑笑，哎，学会了。声声声，学学学。再来啊，相声。相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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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了，就是聪明啊！谁聪明？聪明！你把我教会了是吗？啊啊！我们就是相声演员啊，说相声的吗？不知道相声吗？不知道啊。相声在这说笑话吗？哦，大笑话、小笑话、字眼灯谜、绕口令啊。我知道了啊，我听过相声啊。是吗？我听过啊。我今天来呢，就是准备帮你说一回相声。我给你啊逗个哏儿，我给你逗个哏儿怎么样啊？逗哏儿，这瞅那倒霉模样，给你逗个哏儿啊？都说相声吗？行行行行行，您这口音啊就说不了相声。你看，你看这个人啊啊，看不起外乡人呀、啊？没有看不起。我这个口音怎么说不了相声呢？您连我们这个相声演员的基本功都来不了。有嘛基本功啊？绕口令。绕口令听过呀？听过吗？手机里头听过呀？听过那个、啊、那个玲珑塔。哦，塔玲珑是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一条腿、哎、一条腿是啊，一张高桌四条腿高脚桌，没听说过。听过呀。行行行行，您说那是快板啊，我们这是相声绕口令，不一样。那您说一个我就能学上来。你肯定学不上来。您说吧，听着、啊、绕口令都听过。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说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阿弟娘，怎么还想起娘来了？这叫绕口令啊！对呀，就是这个呀，这太简单了。简单，你倒是说一遍呀。那个老头拄棍儿啊，有嘛难的？那个老头拄棍儿，不是不是，这有嘛难的？先生。我呀可不是那么说的啊，您这都不绕嘴，不绕嘴了。我这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依着你啊，你来吧，说啊，打哪边来的？哪边都忘了，打南边啊。说啊，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老猴，说没？老头啊，老头。对呀啊，说啊，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嗯，白胡。白胡子老头得有八十多了吧？你管他多大岁数呢？这个得分析呀、啊。这分析。白胡子老头八十多岁、啊，那要是黑胡子呢？多大？五十多岁。哦，五十多岁。那要是咖啡色的胡子，这多大呢？外国老头啊。我谁问你？你听着啊，说绕口令、啊。说啊，打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奶油冰棍的，怎么样？说上来了。煮奶油冰棍儿、啊、那煮嘛呢？还煮红滚的呢？那煮什么呀？煮蹦蹦。你听着啊、嗯，说，嗯，打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煮着个蹦蹦，不是手里煮着个拐，对对对，不是手里煮着个蹦，老头老头蹦仨蹦。
老头吃多了，老头会练太极拳呀，外头练去，练什么太极拳？你听着呀，这蹦白说啊，打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棍儿，拐拐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老头打我干嘛呀？你不让老头练太极拳呀？哎，对不对？这就得打你啊！人家都不挨着啊！怎么不挨着？学不上来了。怎么学不上来呢？这么着，给你换一简单的，换个简单的，给你转转面子。转面子？对呀，那丢人了吗？那丢人了吗？你露脸了吗？你说呀！听着啊，说吧，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阿爹娘。又想着娘了，这叫绕口令啊！对，这绕嘴呀、啊。咱们邻居小贺都会说呀。他会说，你会说吗？你听着，说，说，嗯，吃平头不吐平头，啊，还吃背头啊？吃背头不吐要什么有什么呀？那吃什么呀？吃葡萄。吃葡萄。对了，说吃皮条，吃皮条摇得动吗？那叫吃葡萄。说吧，哎，你听着啊，这个绕口令啊，你得分析，这也得分析。你听着啊，说这个吃葡萄是怎么着呢？不吐葡萄皮儿啊，不吃葡萄呢，倒吐葡萄皮儿啊。说上来了，你看，很简单嘛，多清楚啊。让我说是吗？那谁说呀？你说呀。我说啊。对呀。你听着啊，啊，说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还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我知道你会。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别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吃苹果。吃橘子不吐橘子皮儿，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儿。行。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的吗？这吃大衣柜嚼得动吗？你这举一反三嘛？你净反三了。简单的没完了是吗？再给你来个男的，让你下不来台。来个嘛男的，你来个女的，我更不走了呀。哪个男呢？你说。难度的难。哎呀，你说吧，拿不住我呀。听着啊，说吧。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等会儿，这个喇嘛是什么呀？喇嘛就是口外的僧人呢。哦，口外的僧人。哎。哦。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这个塔嘛又是什么呀？塔嘛是鱼，塔嘛鱼，比目鱼，比目鱼啊，这个比目鱼好吃吗？我哪知道好不好吃啊？带鱼可好吃啊！不要带鱼，红烧带鱼我拿手啊！谁问你了？谁问你会不会做饭呢？你听我说呀，你说吧。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我可知道，我知道人，这个不会说话。哎，对对对，这就别学了。自己您说吧，庙里边这个喇叭哦。这个哑巴、喇叭、喇嘛、塔嘛，这四样说个绕口令，听你的，你试试啊。说吧，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待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塔嘛；别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叭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摘下喇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是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这个。明儿见你，回来回来回来，这怎么着、啊？说呀，来呀，怎么这么吵呀？你不是有能耐吗？学呀，各位鼓掌声，学一个，不是，来一个，这个木马啊，你得分析呀、啊，你分析吧，分析吧，你听着啊，分析吧啊，说怎么着？打哪边来的？打南边来的，对了，嗯，我找着规律了。这有什么规律啊？他们这个绕口令啊，啊，都是打南边来的。那个老头也是打南边来的吧？他跟这个喇嘛是一趟车呀。没听说过，你说绕口令行不行啊？你听着啊，啊，说怎么着？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清楚不？清楚。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继续
手里头提了这七八斤儿塔嘛。大北，等会儿，七八斤呐？几斤啊？五斤。五斤。对了，五斤够吃的吗？你管它够不够吃呢？要不再来点带鱼？不要带鱼。那您听着啊，你赶紧绕口令啊，说啊，打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个哑巴，这哑巴让提了着吗？这个哑巴让提了着吗？你别搅和我呀！谁搅和谁了？你好好听着呀，你赶紧说呀，说啊，打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提这个喇叭，大喘气，这个哑巴可不乐意换，没换啊，哑巴不乐，哑巴为嘛不乐意换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呀。这个哑巴看出来了，没有不够五斤。哑巴看出来了，看出哑巴看出来呀、啊，看出怎么着？这个哑巴就说了：“哑巴能说话吗？哑巴能说话吗？”我也没说话呀。这个哑巴是好想要说，还没说出来呢。你倒是说准了呀。这就打头来吧。还打头来？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的这个喇叭，这个哑巴他看出喇嘛这个塔嘛他不够五斤。这个哑巴可没说话，是没说话。哑巴没说话。哑巴这个心里说呀，哑巴这个心里说，我不换你打我做嘛呢？这个哑巴他就滴滴答答吹喇叭，这个喇嘛他就炖他们吃，炖他们吃，他就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的吐不到皮儿。又来了。小姐，这雨越下越大啦。
感谢各位热烈的掌声，谢谢各位。今天来到一鸣惊人的录制现场啊，心里特别的高兴，开心呢。来的朋友很多，有认识咱们的，也有不认识咱们的，都有。先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武汉天乐社的相声演员，我叫王子阳。哎，着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说是我，我最好的朋友，台上好搭档，台下好兄弟，生活当中相互照顾，关系好。您叫什么来着？说了半天不认识我，钟豪。对，他叫生蚝。生蚝啊，我改吃的了。没有，钟豪。钟豪，哎，钟老师，您老师啊，我们俩搭档很长时间了，非常有默契，是吧？今儿给大伙儿说一段，是，您看呢，作为相声演员，是吧？得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研究生活，哎，都得研究，什么都得会一点，什么都得学一点，这没错。你像我啊，不仅是一名相声演员，我还有一个别的职业。那您还有什么职业？我是一名主持人。哦，是吗？对呀。我是武汉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那很多朋友听过广播的，他可能就听过我的声音。你别这么激动啊！激动，我问一下，就是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您给我们来一点。这样，您听听看啊，肯定听过。当，当，当，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响，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主持人报时呢，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还有一个外号。外号是节目拯救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呀，电台里任何一档节目啊，但凡哪个收听率下降，让我去就毁了。啊，毁了像话吗？啊，就火了。不是，您那意思就是电台哪个节目不行，让你去主持它就火了。那对呀，就没有我不会的节目。您这口气太大了。还不大，您真是主持人，如假包换。哎呦，今天来到咱们一鸣惊人录制，我真是心里高兴，又来这么一主持人。那大伙儿鼓掌，他来现场直播来一回怎么样？
啊，那行哈、啊，在这儿给大伙儿学学这个电台。好啊，啊，不过咱们先说好啊、嗯，从待会儿开始啊，我这个眼睛就不是眼睛了，这是指示灯。哦，啊，嘴巴这是扩音器，大喇叭，耳朵这是调频旋钮，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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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台的，鼻子这是插座。什么都有，这还得出气儿的，你是吧？这电台节目啊，从早到晚都有，嗯、咱们一个不少，说来就来，赶紧来吧。当，当，当，又报时。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响，北京时间7:60整。你说8点就行了。这里是 FM 3.141526到3.141527之间的某个兆赫。这个台我哪儿找去啊？这里是武汉天乐社广播电台，我们社的台。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早间新闻晚知道节目。什么破节目啊？一鸣惊人在央视顺利播出，据说收视率暴涨。据内幕消息报道，一鸣惊人的上涨是由于天乐社的演员王子阳和钟豪也参与了此次录制。他们两人说相声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向观众要掌声。你这是愣要啊，不要脸吧？我也会。不，您这不行，咱换个台啊。好，这里是听众点播的，你点我唱，我唱你点，你点了我也不一定会唱节目。那还点什么呢？首先我们听一下听众留言啊。听众有一位小女孩啊，要为自己的母亲点上一首歌，感谢自己的母亲每天陪她写作业，直到深夜12点。点的什么歌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小女孩啊。还有位小学生啊，要点上一首歌送给自己的数学老师，感谢老师的细心教导。他点的是算你狠。小学生成熟太早了。这两位点的歌曲呢，我都不会唱，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歌曲欣赏时间。这么爽快吗？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歌星腾格尔老师给大家带来《可能否》，大家掌声有请腾老师。可能我中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下面有请抖音网红，我们的魔力兄弟为您带来讲真的，掌声有请来。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敲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嘿，下面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给大家带来嗨歌，大家掌声有请杨老师。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唱嗨歌，对啊，能唱吗？能唱啊，大伙掌声鼓励，让他来一个好不好？孟庭筒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下面有请我国新生代女歌手吴莫愁为您带来小邋遢，掌声请吴老师来。您等会儿，小邋遢儿歌呀，我嗨歌都唱了。吴莫愁，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再换个台吧，别看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在这样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候，送上一首安静的音乐，伴您进入梦乡。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听听这首歌吧。我要从南走到北。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这儿啊，祝福大家一帆风顺，二老康宁，三餐丰盛，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贤子孝，八面来财，九柔不缺，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朋友们多鼓掌吧，鼓掌能发财。要想发财就鼓掌，谁有鼓掌谁发财，鼓掌发财。说呀，接着说呀。完了，你疯了吧你，疯了笑话，没日子说了。看看我这个现场的效果，你这什么效果啊？大伙儿还鼓掌呢。对呀，他这是套路啊。套路，咱们生活中现在套路太多了，是吗？所以我要奉劝大家啊，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哼，而且这个套路我总结了啊，咱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活在套路里。那你说说都有什么套路啊？大伙儿听一下有没有同感啊？嗯，小时候开始，妈帮你存压岁钱，哦，下回吃饭我请客啊，来了就别买东西，我跟你可怎么比？你是一点儿都不胖，有同感的鼓鼓掌。哎，你这也是套路？这不是套路啊，这就是说呀，咱们生活中啊得提防这种套路，是吗？而且最近有一种套路啊，可以说特别的烦人。什么套路啊？就是这个大街上发小广告的。小广告怎么了？发传单的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下啊。好，你学一学，看一看我学的像不像啊。嗯，您在大街上遛弯呢。行。先生您好，用健身了解一下，用健身了解一下。模样太欠了。用健身了解一下。我不需要。啊？不需要。现在您看您都胖成什么样了，您还不健健身吗？您不得减减肥吗？说谁呢？说您呢？谁胖啊？谁胖啊？啊？我还告诉你，我胖我乐意，我就胖，我不健身，我爱吃。我非得吃，我现在吃，我得大吃特吃。四川火锅了解一下，四川火锅了解一下。他怎么什么都有啊？啊，四川火锅了解一下。火锅太腻了。素食餐厅了解一下。素食太素了。烤一炸鸡了解一下。烤一，干嘛呀？非找我是吗？我告诉你，我不吃，我现在不吃了，我要减肥。减肥了。对了，用健身了解一下。给我绕回来了。杨健身了解一下。干嘛呀，这么多人凭什么非找我呀？我们这个店啊是新店开张，哦，有优惠，办卡50块钱一堂课。多少钱？50块钱一堂课。哎，还真便宜。您办张卡。那一张卡多少堂课呀？也不太多。多少堂？10万堂课。十，您办一张吧。你等会儿等会儿啊，多少堂课？10万堂课。10万堂课。对，上次我也上不完呢。现在您不知道，我们这个会员卡呀是终身制，您上不完可以转让。我转让谁呀？您健身健完可以转给您的儿子接着健身，您儿子健不完转给您的孙子接着健。生命不息，健身不止，你们可以子子孙孙健下去。我们家愚公健身。先生，我跟您说啊，您得办卡。我凭什么办卡？问问您 啊，有没有女朋友？没有。没女朋友就得办卡？这跟办卡有关系吗？哎呦，我们健身房那个漂亮姑娘可太多了。哦，站在我们健身房门口放眼望去啊，嚯，哎，那个大妈们呐，大妈们不是，那个大妈的闺女们呐，好，全是大姑娘。我冲你那大妈们，我也不办卡。先生，您还得办卡。凭什么呀？我再问您个问题啊。啊。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嗯。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呸！又怎么了？什么叫钱最重要？都有钱。办卡最重要，那不还是钱最重要？不是，就是说身体健康最重要，办卡就是办健康啊。哦，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想这个画面啊，现在啊，这个老头都活不过老婆。
是一般女性都长寿。再过50年，您多大岁数？我70多了。想象这个场景啊，您躺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头，头上打绷带，脚上打石膏，左手打点滴，右手心电图，上面坐着开颅手术，下边坐着痔疮切除。你等会儿，这俩病能一块治吗？您得一块治。凭什么呀？您是痔疮大出血导致的脑供血不足。我这毛病都出奇，大夫护士们一个个面无表情，戴着口罩，拿着冰冷的手术刀啊，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的，是拉完上边拉下边，拉完下边拉上边。老师，等，您换把刀行不行啊？大夫护士们一个个冰冷无情，一边做手术一边还得数落你呀。说什么呀？让你不游泳，让你不健身，让你不游泳，让你不健身。好，我这手术他做的。出了手术室以后啊，你家里的亲人是团团围坐呀。你睁开眼睛一瞧啊，你老伴儿，我媳妇儿，你儿子，我孩子，你儿媳妇儿，你瞧瞧，老王头，老王，他们四个人呢。等会儿，老王头是谁？隔壁好邻居老王头啊，平时老跟你一块玩。我们街坊老王头跟你关系最好。是啊，老伴儿也刚去世。哎呦，看见你这个样心里难受，触景生情，他就哭了。难过，老崔呀，说没就没呀，活着呢。啊，活着呢，还喘着气儿呢。老崔呀，说病就病啊。是，我早就跟你说呀，怎么这个痔疮它不能拖着，不能拖着，这儿等着我呢。你不听啊。你说你再这么一走，你老伴儿不就归我了吗？啊，老崔呀，哎，等你走吧。什么老王头啊，这是是不是得办法？这不是我什么朋友。再者说了，你说这都不合情理。怎么不合情理？我连媳妇儿都没有，对象都找不着。您哪来的媳妇儿啊？办完卡肯定就找着对象了。是吗？我们健身房那个姑娘啊，都特别的能聊天，会交流。那也不行。怎么呢？因为你不了解我。你怎么了？我见着姑娘我不会说话。哎，你看不会说话没关系，我们姑娘特别热情主动。是啊，保证你能谈上恋爱。好，这样啊，咱们现在来个情景模拟。行，现在这儿就是我们健身房了。保证让你搞上对象。如果我搞上对象了，这卡多少钱我都办。没问题。太棒了，现在开始啊。行，这就是我们健身房了 啊你过来跟姑娘聊天啊。好，过来这健身房看一看啊。这个健身房正健身呢。姑娘干嘛？听着不像姑娘。哎，姑娘别见了，咱聊会儿。聊聊天。对。哎，好好吧，等着我啊。哎，等您要干嘛？不是，我说给你过。你再砸死我。聊吧。来，你等会儿吧。啊，这是男的女的？这门口那大哥呀。大哥干嘛呀？啊，不聊天吗？我找女的。找姑娘你得往里走啊。你往哪儿？往里走啊。里边有姑娘都在里头呢。行，再来一回 啊往里走。感觉那大哥跟我进来了。不是，姑娘干嘛呀？这是个女的。别练了啊，咱聊会儿啊。好啊，聊聊天。今天晚上能请你吃个饭吗？啊，当然可以啊。啊，不过你介意多等我一会儿吗？为什么呀？因为晚上呀，啊，我得先把孙子接回家，给我老伴儿做熟饭，咱们俩人啊再出去玩。老太太是吗？啊，老太太呀。不是，你又给我对付一老太太。我说完了啊，这卡我办不了了。别不办了。你不能这么跟我说。姑娘在里头呢，你还得往里走啊。还往里走？往里走啊。你们这健身房在胡同里吧？往里准能看见姑娘啊。行，再来啊，里边啊。哎呦，大哥又等着我呢。姑娘，姑娘，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呦啊，我有点低血糖了。哎呦，头晕了。是啊，那赶紧歇会儿，别练了。哎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哦，我今天第一回来。哎呦，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帅气的男生了，你真温柔。哎，那姑娘啊，今天晚上能一块儿吃个饭吗？可以啊，晚上也没有什么安排。哎，你爱喝酒吗？可以喝一点酒。
你喜欢喝什么酒啊？当然最喜欢和你天长地久。这有门儿！哎，姑娘，冲你那句话呀，咱俩得好好的喝一顿，喝一点酒。你说你爱喝什么？我掏钱。我一姑娘也喝不了多少啊。您随便点呐。那咱们就喝一瓶人头马特吉，人头马路易十三，轩尼诗理查，轩尼诗 XO， 马爹利 XO， 拿破仑 XO， 轩尼诗1873真传，轩尼诗1865珍藏，轩尼诗杯莫停，芝华士12年，麦高伦18年，格兰利威特12年，高原麦芽威士忌，帝王苏格兰威士忌。黑骑士苏格兰珍藏威士忌，懒虫金龙是蓝酒，懒虫银龙是蓝酒，三得利樱花宝石白，樱桃雷波士银，奥美加金，顺风威，白马威，老伯威，金陵威，绿方威，威雀威，皇家礼，泡布伦顿，原装圆桶，波旁威士忌。今天咱们好好喝一回吧。这得花多少钱呢？你嫌贵了呀？太贵了，用姐身了这下、哎、还是办卡的。